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简·奥斯汀的著名小说《傲慢与偏见》。故事围绕小乡绅一家几个女儿的婚姻大事展开。小乡绅班纳特家有五个漂亮且单身待嫁的女儿。班纳特太太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每个女儿都能嫁给有钱人，但她却从不费心管教女儿的言谈举止。伊丽莎白是五个女儿当中最出色的一个，脸上洋溢着勇敢、美丽、坚强，姣好的身姿更凸显其明艳不凡。她不似妹妹的轻率，对于爱情，伊丽莎白有种近乎执着的独立。在她的内心世界里，爱情并不是由物质需要组成，这和当时社会上许多女孩的想法是完全不同的。一天，尼日斐花园入住了一位名叫宾利的有钱单身汉，据说他每年有4-5千镑的收入，而且非常英俊。最重要的是，他邀请了大家参加舞会。班纳特太太有五个漂亮女儿，自然对于这种黄金单身汉有些敏感。舞会那天，宾利带了一位名叫达西的朋友，不仅一表人才，听说也很有钱。达西瞬间成为了整个舞会的焦点。宾利介绍班纳特家的二小姐伊丽莎白给达西认识，然而达西并不领情，觉得她还没有漂亮到能够打动他的心。伊丽莎白碰巧听到了这段对话，对这位傲慢的达西先生没有任何好感，哪怕再有钱也掩盖不住那副讨人嫌弃的优越感。一颗名为偏见的种子悄然发芽，一切似乎还未开始便已被迫终结。班纳特家的大小姐简和宾利一见钟情，被宾利邀请跳了两次舞，她是全场唯一一个被邀请了两次的女孩，因此班纳特一家都非常开心，仿佛已经确定宾利先生会娶简似的。简虽钟情于宾利，但因为她的矜持稳重，从来不让任何人发现这份感情的存在。令人庆幸的是，宾利又邀请简去尼日斐花园共进晚餐，想与她进一步发展。谁知简在途中淋了雨，不得不留下了养病。伊丽莎白为了陪伴姐姐，也在尼日斐花园住了下来。这一段共处的时间里，达西总是留意着伊丽莎白的一举一动，并试图与她攀谈。伊丽莎白却觉得这是看不起她的表现，于是便总是处处与她作对。宾利和简的感情日渐升温，虽然他贴心照顾简，简的病情还是严重了。伊丽莎白很担心，便写信让母亲过来。很快，班纳特太太带着小女儿们来到了尼日斐花园。母亲和妹妹们无知低俗的表现让伊丽莎白很是脸红。达西看着轻浮鄙俗的班纳特太太和女儿们，内心很矛盾。伊丽莎白确实让他非常的着迷，但是这些穷亲戚也是够难缠的，他有些退缩。爱情的最开始总是离不开家世、权位之类的俗物，而条件优越的那个人总是想占据主动地位，因为他习惯了那份金钱带来的掌控感。老班纳特只有女儿，所以他的财产都是由他表侄柯林斯来继承。这一天，柯林斯来拜访，谈关于继承的事情。他身上兼有骄傲自大和谦卑顺从的两种性格，很是惹人反感。班纳特的小姐们为了躲避他，决定外出游玩，魏中遇到了一位身材魁梧、很有绅士气派的年轻军官。小姐们瞬间被这个名叫韦汉的先生吸引了。他们正谈投机时，达西和宾利正好路过。当达西和这位韦汉先生四目相对时，一个脸色惨白，一个满脸通红，场面很是古怪。后来伊丽莎白从韦汉的口中知道了事情的缘由。韦汉的父亲是老达西的管家，老达西曾在遗嘱中给了韦汉一个牧师的职位，但是达西因为嫉妒剥夺了他的这一权利。而且他们家乡的每个人都不喜欢达西身上那副傲慢的做派。伊丽莎白没想到达西竟如此阴险，于是更加厌恶他，反而对维汉有了好感。就在这时，柯林斯向伊丽莎白求婚了，伊丽莎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碰巧闺蜜夏洛蒂小姐过来了，柯林斯又把目标转移到了她身上，第二天就向她求婚了。夏洛蒂竟然也答应了，她本来对婚姻就不抱有多大的期望，
他没钱也没有未来，不过是为自己安排一个最可靠的储藏室，日后不至于挨冻受饥罢了。一天，简收到了一封信，宾利一家已经离开尼日斐花园去伦敦居住了。简很伤心，伊丽莎白却觉得这件事情没这么简单。她断定宾利一定是喜欢姐姐的，只是她太没有主见，姐姐又太害羞，才让两人错过。正巧舅母来过圣诞节，简便接受舅母的邀请去伦敦住一段时间，顺便缓解下压抑的心情。伊丽莎白也决定去看望夏洛蒂，她的家里布置得很精巧，显然她很享受现在的生活。伊丽莎白总以为不会再和达西有交集，没有想到竟在一次聚会上遇到了他。这一次达西终于鼓足勇气向伊丽莎白表白，他自以为放下所有的骄傲，殊不知在伊丽莎白听来是那么的刺耳。伊丽莎白根本不稀罕他的抬举，反而质问他关于姐姐和维汉的事儿，并对傲慢的达西说，在天下的男人中，我最不想嫁给你这样的男人。伊丽莎白内心纷乱无比，达西也反思了自己的所作所为。第二天早上给了伊丽莎白写了一封信，他才得知事情的真相。简和宾利的事是因为简总是表现出一副没有倾心于任何人的样子，虽然接受了宾利的殷勤，却没有回报同等的感情，达西才说服了宾利放弃简。而维汉的事儿是他自己放弃了牧师的权利，希望达西直接给他钱，把钱挥霍光了又想要回来当牧师，被达西拒绝后他又骗达西小姐跟自己私奔，幸亏被达西发现并阻止了。伊丽莎白仔细推敲信中的每句话，她发现自己以前疏忽了种种细节，偏见和误解让自己无法明辨是非。然而达西明白了伊丽莎白的心意后就离开了，没有再打扰过伊丽莎白。第二年，伊丽莎白跟着舅母去旅行，竟无意中来到了达西的庄园。这里的每一处景色都让伊丽莎白赞叹不已，管家们一直夸赞着自己的小主人，说达西是个好孩子。伊丽莎白内心不由得生出好感，回去的路上竟然还偶遇了达西。这次邂逅，她发现达西变了，变得谦和有礼，与以往那个傲慢的他天差地别。回来的路上，伊丽莎白心不在焉，其实自己早就不讨厌达西了，也消除了对他的偏见，反而达西的很多高尚品质让他尊敬。伊丽莎白正在慢慢学会消除偏见，达西也因为在伊丽莎白那里的受挫慢慢消除自己的傲慢。很多事情总是在计划之外，妹妹莉迪亚竟然和韦汉私奔了，听说韦汉欠了很多债还诱骗妇女，班纳特家乱成了一团。在这段难熬的时光里，达西一直陪着伊丽莎白，并暗中帮忙解决了这件丑事，让维汉娶了莉迪亚。这一次达西学会了尊重伊丽莎白，用最谦逊的方式维护了班纳特家的尊严。这对新婚夫妇回娘家时始终一副安然自得的样子，莉迪亚还是那个不安分的莉迪亚，维汉还是那个毫无羞耻心的维汉。伊丽莎白百感交集，这种闹剧式的婚姻怎么可能会幸福？她看着妹妹觉得很悲哀，同时又担心妹妹的丑闻会影响达西对自己的爱。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已经爱上了他，却只能把他悄悄放在心底。日子就这样过着，一天尼日维花园的主人回来了，宾利解释了之前的不告而别，简也知道了真相，这个善良的姑娘谁也没有责怪。没多久两人就订婚了。伊丽莎白觉得自己已经没有资格再得到达西的爱，她百感交集，后悔那份因为偏见而错过的爱。一天夜里，达西的姨妈凯瑟琳夫人突然闯进了班纳特的家，她听说了伊丽莎白和达西的事儿，警告伊丽莎白要她保证不与达西结婚。勇敢的伊丽莎白这次没有妥协，她坚定地表达了对达西的真情，并且拒绝了这种无理要求。达西知道此事后再一次鼓起勇气向他求婚，伊丽莎白自然以愉快和感激的心情接受了他的盛情美意，他们无限热烈地互诉衷肠，所有的误会瞬间化为乌有。爱并不是水到渠成的事，如果没有达西的主动试探细心帮助，
没有伊丽莎白的坚定无畏，这两个相爱的人可能在某个环节就此错过了。但爱给予人力量，爱会让人无意识地往前走，回头看，会发现每一步的脚印是多么的笃定。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一条准则能明确告诉我们什么才是最好的婚姻，而简·奥斯汀构建的四桩不同的婚姻，让我们可以通过小说里的故事认真审视自己的内心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爱情。一段美满的婚姻爱情一定是两个契合的灵魂轻松自在笑趣横生，不用天天费尽心思取悦对方，而是让彼此彻底放松下来，做真实的自己，一起享受生活。婚姻的纽带不是孩子，不是金钱，而是关于精神的共同成长。今生今世，你若与我金风玉露，我便陪你细水长流。